你好，贝贝，你这么早就来场馆了？对啊，对啊，我是你今天的向导，简阳柔道场馆中心运行组刘志阳。你好，你好，刘老师。刘老师，我看你们现场正在排练着什么，是吗？是的，我们今天呢正在进行我们柔道场馆中心的这个升旗仪式和我们的这个颁奖仪式的一个彩排。 嗯，我刚刚在外面逛了一圈啊，我发现这个体育馆真的好大。然后呢，外观看着也非常的时尚漂亮。您能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馆里还有些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吗？我们的馆内呢，是我们整个成都首批的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我们的场馆的外围呢，是通过我们凤凰的这种淋雨一个斜插式的围着场馆一圈。它的好处呢，就是一是可以保证我们场馆的这个空气的循环；第二呢，是它的 这种多面的接受阳光，可以保证我们场馆的一个亮度。第三呢，它的小孔的设计是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场馆的紫外线的减少。嗯，那既然这么有意思，我必须要好好的体验一番了。